我觉得他可能命不久矣，惨了，没把他照顾好。不过还是要 shout out 一下 Sky， 感谢他把这个 sample 让给我，真的特别漂亮的一个香炉。OK guys， 啊，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我最近收到的几个品牌寄给我的一些东西。当然这些视频是没有收费的啦，主要是这些东西本身我自己也很喜欢，所以我很希望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没有收到马上就分享，是用了一段时间了。所以时间上可能会有些 delay， 可能你们看到这条影片的时候已经有的买，或者我手脚慢一点的话可能卖完了。那么先说一下我穿的这些东西啊，就是身上这件来自 Nike ACG 2020年秋冬的这一整季的一些我收到的几样单品啊。首先就身上这一件，它应该是一个 crew neck， 它是有植绒的一个圆领的卫衣，可以这样叫啊。然后它胸口是有一个大口袋的。这件的衣服是98的棉，然后我觉得蛮保暖，然后穿身的廓形呢是那种有点 oversize 的感觉，但它不是真的 oversize 啊。然后我个人觉得我收到这一季的 ACG 的所有单品呢，不再像之前 Elson 还在 ACG 任职的 那段时间的码数特别的大。那段时间我买的 ACG 呢，码数基本上是 Acronym 自己他们那种特别大的码数，我要买 S 都还是很肥的效果。然后我这一次拿到的全部码数都是 M 码啊，上身的效果大家画面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我觉得是合身稍微偏宽松一点点，我是很喜欢这个状态，特别好。这样的码数推荐应该是更加的适合身边的大多数朋友吧。这件衣服我一共收到了两个颜色，一个是我身上这一件有点 HG 特别的招牌的那种紫色，但是稍微深一点点，然后又有一点像枣红，我也不太确定这一个肉眼看上去跟到时你们在画面上看有什么区别啊。颜色上这个比较主观，我就不过多去讲解。另外一件卡其色的浅卡其，我觉得这个颜色会更加适合大多数人，但是我觉得它因为跟肤色比较相近嘛，其实也比较挑肤色，容易显得黑啊，我个人是这样感觉，所以我没有上身这个颜色。当然衣服本身都是一样的。然后比较特别的是他们这次 ACG 这个三角 logo 的刺绣呢，它不是一个平整的刺绣纹路，你如果仔细看它是有那种水波纹的感觉，然后并且 ACG 三个字是镂空的，我觉得它这个特点这一点点小细节做得非常好，这衍生出这一整季他们所有的服装线都有特别多花心思的小细节，真正的回归了 ACG 他们自己本身原主 ACG 该有的这个模样，就是非常散细的感觉啊。所有一切的设计点都是基于实用的功能性出发来去考虑的，可以看到他们所有的这些衣服上会有这种给你挂衣架，这些他用的是这种散绳，然后跟拉链啊、拉绳头、拉链头这些绳子用的都是一样的材质，里面的纸绒也是非常的细腻的那一种，保暖性还是很好的。我在广东现在稍微有一点点降温，我在拍外景的时候还很热啊，如果在室内这样穿还是要开冷气。哎，广东博主要做冬装真的太难了啊。另外一件我上身次数比较多的，然后我也觉得这一季我最推荐的一个单品就是这一件摇粒绒的外套，或者说要内胆吧。这件我是觉得它真的超级好搭，而且真的是巨实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还是因为它的这一个设计感就比较的基础，比较的低调，没有太复杂的设计，就是四个口袋，四个口袋都有拉链，就非常的实用了。然后并且它的摇粒绒呢，区别于正常我们市面上买到那种普通的摇粒绒，它这个是来自 Polartec 的摇粒绒，熟悉户外领域的朋友可能听过，这个应该算是世界上最早的最老字号的摇粒绒品牌了。这一件它是 Polartec 他们自己家摇粒绒的100系列，就是 Classic 的100系列，就是最轻薄的这个版本了。他们 Classic 系列有分100、200和300，就是轻、中、重这样子来区分的。300的话基本上就是现在比较少会用到，因为大多数现在我们使用摇粒绒呢都是作为一个内搭，内搭很少真的拿去罩在最外面来穿，因为它不防风不防水，所以会选这种最轻型的来，你可以当它单独穿也好，然后它够轻薄，你也可以把它当内胆穿，外面再套那些防风的外套或者软壳都可以，这样起到一个 layer 的作用，然后也保暖，如果热了的话穿脱也方便。我是觉得这样子的考虑会更加的灵活，更加周到一点，我是比较喜欢他们用这种轻薄的感觉来做。并且你可以看到整个 ACG 这一季的主题呢都是回归了他们90年代最早的那个灵感源泉，就是从全世界各地方这种名山大川去寻找灵感，每一季的主题都是以这个当地的最出名的一个景点或者说大山来命名。那么这一季2020年的秋冬呢，他们去到了其实离 Nike 总部不远的地方啊，就是叫史密斯巨岩 Smith Summit。 这次也是 Nike ACG 他们自己的团队的成员呢带着他们这些单品去到当地的这一个地方去做了实际的
的测试和真正的去做到了实地使用体验，最终呈现出来的一期作品，我个人觉得这个诚意是非常足够的。你可以在他们的官方网站可以看到详细的这一系列的这些故事，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很经典的就是古早中古的那些 ACG 外套呢，他们会在内衬里面做一个像这种风格的 mark，表明这一季的主题和这个景点。那今年呢也回归了这一设计感的应用，这一件上面写的是 Wolf Tree， 这个就是对应到 Smith Summit 这一个景点附近一条比较有名的小径啊，就叫狼溪。这几天穿这件衣服下来呢，虽然说还挺热的，但是确实很舒服。 Protect 这一个摇粒绒，它就出名在它是比较不容易起球，然后不容易打结，然后你拿去机洗也没有问题，非常好处理，比较抗静电，然后也不掉毛。我觉得不掉毛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养猫，平时的衣服已经非常多猫毛了，我真的不希望我的任何这种毛面的衣服再沾上更多的别的毛。那并且摇粒绒这种款式的衣服，如果它掉毛，保暖性也会越来越差。像 Protect 这种摇粒绒呢，他们家当家的科技，我觉得除了不掉毛之外，更好的就是它比较的轻薄，然后它自己说的是他们的纤维更加细，存储空气的这个空间会更加的多，保暖性会更加的好。那还有一件就是裤子了，裤子也是我超推荐的。虽然说这件裤子其实早早我就看到他们的照片放出来，当时我其实没为意，我觉得啊，就是蛮普通的一条裤子，工装裤的款型嘛，哦，然后裤腿是可以拆下来的这种。那我实际收到穿上身之后，我才发现，哇，就是这种越简单的设计，越以功能性为考量来出发的设计，穿上身是越舒服。首先，整条裤子的材质是 Cordura， 那它肯定是防水耐磨的，当然它也只是防水坡 Cordura， 它不是一个防水膜的材质啊。如果表面防水涂层掉了之后呢，它防水性当然会有下降了，不过它耐磨性还是很好的，这是大家也要注意保养这一类产品的一些特点。也稍微延伸一下，防水、抗水和防水坡这几个概念是不一样的，防水是完全防水，然后中间是一个抗水，再过来最弱的是防水坡，我就不每样去展开了。如果你们想看详细的这些内容的话呢，其实登录 Gore-Tex 的官网就可以看到这些详细的资料，他们都讲得非常明白了，防水处理的不同等级的一个划分，大家知道一下就好。那么可以看到，其实 Nike ACG 在这一次这条裤子上面是花了非常多心思去做一些小的细节啊。我知道他们一直都没有特别依赖第三方的这种辅料的供应，能自己做都自己做，像这一次也是，这种裤子的这些扣件呢，其实明明第三方有很多足够优秀的，但是他们还选择自己做，然后并且做的也还不错，织带这种快条蛮灵活蛮好用的，我用了几天觉得蛮方便的。并且这一次他用的不是那种卡扣或者说是纽扣，是用了这种合金的四合扣，但是它也不容易松开，不容易被撑开，我觉得这个大家穿着的时候可以放心，尤其是腰围比较大的朋友们不用太担心说它会被撑爆，蛮牢靠的。然后所以我拉链当然都是 YKK 了，这条裤子每一个口袋都是拉链密封的，屁股后面只有一个口袋，前面的两侧有一两个传孔的口袋啦，然后就是大腿的工装口袋是上面和侧面内侧各一个开口，特别实用，然后并且每个口袋都可以做到密封。这条裤子密封性很好，那么密封性太好或者说是保护性太好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不是很透气，然后我这两天天气还不是很冷的时候穿呢会有点热，然后当时我就想我要不去车里换条短裤呢，因为我还有带了别的裤子嘛。低头一看，哎，不对，我可以变短，没错，这条裤子的裤腿拉链是可以拉开的。其实这个设计一点都不新鲜，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穿过了，但是过了这么多年到现在我也没有再主动去购买过第二条这种设计的产品了，就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有点傻，或者说不太好意思当众把裤腿拉短，但是确实是很灵活的一个设计。然后并且它还很贴心的是左右裤腿的拉链不一样颜色，就可以不会弄混左右。还有一点要提的是它的膝盖的位置呢，像那种军裤的设计，它是补强多了一整块大的布在这里，然后这里真的是两层的布啊，非常的结实。裤脚呢是用这种传统的抽绳来束紧，我是不太喜欢这种设计，所以我只是打了个结，我没有去管它，还是挺实用的一条裤子，设计感和质量呢是对得起它的售价了。我不知道现在你们去买呢还买不买得到啊？包括他们自己研发的这种小的三角扣也很好看，跟 ACG 的 logo 做了一个呼应，然后上面还有一个限重一公斤。看不看得到一个小字，这大概就是来自 Nike 的一些服装 ACG 的。最重要的一款是什么呢？就是鞋子了 ，Mountain Fly。这双鞋从一到十分，你会给几分呢？记住它是 Gore-Tex 的哦。那其实我这双鞋我会给八分。首先还是看一下鞋盒，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款鞋的盒子比鞋要大特别多，出奇的大。这个码数正常来讲应该是装四五四六的吧？盒子里面是没有什么东西的，啊，有他们给我一个卡片了，然后就是 Gore-Tex 授权的吊牌。保证你是干燥的 ，guaranteed to keep you dry。盒子没有太特别的地方，帅是很帅，很好看。讲回鞋子本身啊，
双鞋当时呢，其实出来的时候我有看到，但是我没有太在意，我觉得哦，就是一双新的，有点三系的感觉的机能感觉的鞋子，大概是这样吧。直接拿到手呢，我发现它真的还挺不得了的。拿到手，我当时发了动态嘛，那很多朋友在底下留言说，哇，很酸啊。抽不到啊，这鞋在哪里有？我当时在想，有这么难抽吗？这鞋好像没有太大的动静出来，感觉就没有激起太大的水花。没想到它会那么受欢迎。首先，它是全 Gore-Tex 的一个防水膜。Gore-Tex 在球鞋上防水的应用的材料或者是科技的名称，应该叫是 Invisible Fit。我之前的视频有讲到过。那它是一个算是内学的设计吧。这个设计呢，整个的鞋型感觉是传承 ACG 之前三系的那固有的那种鞋型的感觉。你可以看一下之前老 ACG 的那些鞋款的海报，你就可以看得到，包括它整体风格也是。那并且加入了他们现在经过了 Urson Hill 他自己加盟了 Nike ACG， 然后做了一些融合之后的创新呢，整合了一下所有的一些感觉吧，就有了这样的一款鞋。我觉得还是挺符合当下的这一个时代的 ACG 的感觉，非常好，很 ACG。 鞋面上就是全 Gore-Tex 啊，那中底呢是全 React， 可以在这里看到 Nike React。然后外底的橡胶呢，它是用一种非常大的颗粒橡胶，前后的方向是不一样的。这个我在很早以前介绍越野跑鞋的影片里面有提到过，鞋底纹路的设计，对应的用途是怎样的？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呢，我建议你回去看一下。那么这个橡胶，它的外底橡胶有两种成分啊，一种是 hard rubber， 就是硬橡胶，它应该是起耐磨作用的；还有一种是这个Sticky Rubber， 就是这种比较抓地力强，但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按颜色来区分的，只是说它的外底有这两个功能性在，就是抓地力和耐磨。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鞋头是整个外底包上来，包到前面有一个尖尖角，呼应自己的这个三角 logo 的设计。最重要的一个你看不见的科技，但是我觉得也非常厉害的科技，就是整双鞋的鞋底它其实灵感来源于 Thorpe Sand， 那它是全掌碳板都移植过来了，没有错，这双鞋是有全掌碳板的，我是没有办法把它弯折起来的，它整个鞋底的形状固定的是非常非常牢靠的啊，并且全掌碳板呢使得这双鞋非常非常的轻，在保证了它有非常强的稳定性和支撑性的同时呢，最大程度的做到轻量化，就整双鞋的功能性是非常强的啊，并且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压印的小方格呢，全都是 3M 反光的设计，后跟一整块都是。包括鞋子中间这块黑色压胶的缝线也是反光的，然后这个缝线上呢有两句话非常有意思，内侧就是ACG Mountain Fly Gore-Tex is designed and tested in Oregon, USA and made on Earth. 外侧的这一行字就是讲 ACG 的 Nike ACG. ACG means all conditions gear and all conditions means all conditions. 就废话嘛，大概就是这样子了。鞋垫是 Osrite 这种抗菌鞋垫，不过它没有印 Osrite 的 logo， 然后中间是有一个 ACG 和 Gore-Tex 的这个小的 logo，就没有了，非常的简单。装鞋呢其实蛮轻便的，然后并且呢它还隐藏了一个抽绳的系带系统，但是我个人呢这几天穿着使用下来基本上都没有用得到这个抽绳，因为完全不需要拉紧，它已经非常非常紧了。那这里也是大家要注意，如果你有兴趣要入这款鞋的话，码数一定要拿大一码，最少我是照着平时穿 Nike 的其他鞋款的码数来选择的，这款鞋我穿是刚刚好，真的非常非常的刚好，都没有办法穿那种毛底的厚袜子。当然Gore-Tex 的鞋然后加上 React 中底，其实也不需要穿那种毛底的袜子了，它保暖性还蛮好的，那么随之而来就是透气性会比较差了，所以喜欢这双鞋也不要天天穿，给它一点时间呼吸一下，不然就我们可以看到它抽绳系带的系统呢是从这个内靴两层一直贯穿到鞋身侧面，从这里可以其实可以摸到里面的这个绑带的位置。然后我这里有几个解剖图可以给你们看一下这双鞋当时的设计手稿，大概就是里面就这样子的原理啊。还有一个非常贴心的设计呢，就是我刚不是说它 Gore-Tex 已经是全防水的防水膜在鞋身里面了嘛？那鞋外侧其实这一层织物呢也是防水坡的处理，那并且外面这一层有网格的纹路全都是 3M 的位置呢还全都是亚胶，在防水膜的外面又压了一层防水亚胶，就真的是在功能性上做的非常非常的 over， 但也不能说它是用料过度，它真的每一样科技加进去呢都给整双鞋的这一个科技感和实用性有了非常大的提升。那么这双鞋我看它官网发售价好像是1599啊，我觉得确实不便宜，但是你要想全掌碳板全防水的一双鞋能便宜到哪去呢？1599我觉得还可以了这个价格，并且我看现在炒的价格没有十分的夸张啊，加个一两百我觉得是能接受的。并且这双鞋呢几个颜色里面比较有 ACG 招牌配色感的这样的一个配色啦，就是卡其色，然后招牌点就在于这个抽绳和中间这个紫色的小三角。那么另外两个颜色一个就是全黑还有一个黑白，我觉得都很好看啊，但是那两个颜色可能更偏向于都市日常穿了，这一个会更加的适合除了你都市穿之外搭一点三系的风格也非常好，也就是非常 ACG 自己的感觉啦。
不过我自己日常穿呢，可能会把这个抽绳会塞进去，我觉得这样鞋面看起来更简洁，你们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还是可以尝试一下啦，真的不错。切记要拿大最少一码，前面这个位置压脚趾压得蛮厉害的。那么这大概就是我收到的关于 Nike 的一些东西，然后接下来是另外的一个品牌，是我们的老朋友 H&K 了。H&K 呢，其实我之前做过好几期影片来分享了，我就不在这里追溯关于他们的一些故事了，只就着我是拿到手的一些单品来跟你们做一个简单的分享。那首先就是我收到我最喜欢也是我最常用的一款单品，就是这个托特包啊。对了，说一下他们这一次出的所有的这些单品呢，都是这个颜色的，这款面料也是他们最新复刻的一款叫做绿幽灵的面料。最早他们是在2018年使用过一次，当时真的是元年的这款老的面料啊，他们做了几款少量的包款，然后非常非常受欢迎，但是面料用完了，那他们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去能不能看自己重新复刻出这个面料，那最终给他们做出来了啊。不过我是没有拿到过元年的那个面料，我不清楚他们复刻的这个版本跟元年的会有多大差别，只是我就着我自己拿到手的这个包款本身的质感，我觉得真的不差，非常好啊，跟他们自己家的胡椒盐相比呢，真的一点都不逊色。其实这个也可以说是胡椒盐的一种了，因为它也是棉麻混纺的面料，但是呢它就没有做成胡椒盐的那种花纹和图案，它是这种直线条纹的设计，不然看不看得出来，它们的织法不太一样，但是面料的成分和功能性是相当的啊，内侧有压胶的一个防水，就可以说是异曲同工了，跟胡椒盐。那它最早呢，其实是在60年代的瑞士军方去使用的一款面料啊。到现在呢，其实元年版真的还是比较少见，我是没有见过元年版用这一款的包啊。当然他们自己是有收藏到了，嗯，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他们北京的店铺看一下，他们有个老包博物馆。那么这一次2020年呢，他们一共用这一批复刻的面料制作了8款不同的包款。我实际拿到的只有3款，因为很多还没出货。最终发售的时间应该是12月12号，就双12的活动了，大家可以去赶一波。那并且我应该也能争取到一些小小的优惠给到你们，因为双12本身就有优惠了嘛。首先还参加这款包，我个人日常使用频率最高就托特包了。其实我也是有大概3-4年的时间没有再使用过或者说购买过托特包这种款型的包了，因为如果你是步行通勤或者说是乘坐公共交通的话呢，我可能会倾向于选择双肩包去背，像电脑或者说相机这种比较重的一些数码产品，防止磕碰嘛。双肩背也比较对身体比较没那么大负担，单肩的话我现在都很少选择，更别说是手拎的这种托特包。但是现在可能会开车出行比较多一点，所以就对这一方面没有特别大的一些限制。所以说这种托特包呢，我还是蛮爱用的，并且它形状和设计感真的是非常好看，就很经典，然后很耐看，没有太多花里胡哨的东西。然后它是没有闭合设计啊，所以介意这点朋友可能要留意一下，它是闭不上口的，除非说当然它有留这个孔洞给你自己去穿这种闭合的一些，比如绳子也好或者锁也好，看你自己怎么安排了。然后它有配两个这种橙色伞绳，我是把它捆起来，就是说做一个限位，让它口不要开太大，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取下来。那并且呢它也是可以搭载一些其他的一些背带去做一个斜挎的，当然我这一次没有收到原装的，不过我会更加喜欢去搭配的是这种我之前收到的那款 rolling bag 的小的肩带，它是有这种鹿角扣的快条设计，虽然它这个胡椒盐的配色，但是不用在意这些细节。它背上身呢还是蛮舒服蛮方便的，并且我觉得衬这款包也很合适，有快条设计呢在日常生活使用中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也比较灵活，里面空间真的是完全足够的大，你甚至装2天的这种轻便的随身衣物来换洗都没问题。风格就比较的简单，不算特别多，但是够用了，大中小3个暗格，然后加上一个拉链暗格。外侧这个口袋呢依然是有他们自己非常经典的5金，那其实口袋背后还有一个暗格的口袋，可以放一只手进去，不算小了，我觉得还挺实用。这是这款托特包，它还有很多这种铜钉补墙，我是非常喜欢这种设计的。这包也是目前我使用频率比较高的，就日常出行来讲，看你们1到10分会给这款包打几分。
我会给他九分，我真的很喜欢。那再过来一款呢，是比较大的这种旅行包，这个是我一直都很喜欢，但是迟迟没有机会入手，或者说不太会主动入手的一种包款吧。当然他们所有这次拉链呢用的也是 Tylon 的拉链，耐用性和质量都非常的好，这是不用担心的。它特别大，真的特别大，除了旅行平时真的很难用到，你去做 gym 的话也不会用这种风格的吧，对不对？它更适合去 glamping 的感觉啊、嗯，但是它的整个设计感和风格还有调性真的特别好，并且加上那种优质的材质，都是让整个包款看起来玩味十足啊，就非常的懂生活的感觉。口袋其实也是一样的，然后这些提手什么的，都是有他们招牌这种扣子，全皮的，非常非常的耐用。然后内侧的里面呢，两边各有一个侧边的暗袋，可以用来放水壶或者是一些小的零散物品，就没有特别小的分隔了。有一侧是大的暗格，可以放一些文件或者说电脑，应该也可以。然后还有一侧就是这个拉链，里面的空间是巨大，真的巨大。那这种包呢，它还会配一个这种皮的肩带给你斜挎用，但我没有把它绑上去啊。我的生活应该不会把它当做斜挎包来用，因为首先它真的巨大，斜挎在身上呢，就当我不算大只好了，我本来就不算大，背上它真的是有点不太相符，显得我背了个巨大的包，我觉得手拎可能会更加的舒服实在。而并且这种包其实我觉得日常的使用场景真的也没有什么机会去斜挎它，更多的是从车上拎下来，或者说再从家里拎到车上，就这样而已。我觉得它是作为一个 road trip 的旅行包来使用是最好的，当然你要是搭公共交通来用它可能会稍微没那么方便，因为它会占用你一只手。如果你要斜挎的话呢，其实你要充分利用它的空间和容积，你要装满了它也是不轻的，因为它空包自重本身也很重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有车的朋友们来去选择这一款。你去 glamping 的话呢，这种风格是非常好看非常合适的，它就像一个非常漂亮的拍摄道具。那并且都配了这种非常醒目的橙色的伞绳，跟他们自己这一批的内衬呢有一个呼应，也是蛮好看的。那么整体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看一到十分你会打几分？这款包我是也蛮喜欢的，但是用途可能不会那么的多哈，我可能会给到它七分或八分这样吧。那么还有最后一款呢，就是一款双肩包。这款双肩包呢现在好像也还没发售，双十二发，然后它是叫 P40， 它的型号 P for parachute 或者叫 Paraboy， 就是伞兵啦，伞兵的意思，伞兵包嘛，40就是40年代的款式啊，很好记，对不对？所有的扣子呢，它这一次采用的全都是这种单手操作就可以打开的，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这一点比他们之前的那些包款要好很多。像我自己收到的这款之前的那款 S30 的包呢，它还是要用这种穿孔的皮带来去做一个开合的，比较的费时费力。当然也不是说不好了，比较原汁原味。那并且这一次的包款呢，跟我这一批收到的老军布是一样，都是橙色的内衬。我觉得橙色内衬配这种绿色的包真的很好看，无敌了。然后这一次的这种收紧束绳呢，他们换了自己最新的这种铜制的弹力开合扣，非常非常的好，质感非常舒服，很厚重。但换来就是整个包的重量是非常夸张的，我觉得是有点空包状态这么重。这个包会比我那个 S30 稍微小一点点啊，但是也能装得到一台电脑，笔记本电脑。它后面有一个专门的电脑格在这里。皮带呢跟我那个是一样的，没有加多一个垫肩的设计，当然这个你可以另外购买。那么整个包其实设计也比较简单，正面两个大口袋，然后一个大主仓就没有了。其他的什么一些细节呢，跟他们之前出过的包款都是一样的，没有太大的差别。那么就是比较经典耐看的这种复古包型的设计啊，这个我觉得也蛮好看的。不知道你会打几分呢？ P40 会小一点， S30 呢平时我也不会把它装得太满，所以它看起来的效果好像是差不多。因为这款老军布嘛，它会软一点，没有那么的挺拔。像这一个绿幽灵的面料，它其实跟胡椒盐一样，它是有压背胶，所以它整个挺拔度非常好看，就空包放在这里呢，它也是可以站起来，所有的皮质都非常的舒服，是可以养的那种，非常的厚实的。他们家的用料和这种做工呢，我是一直非常满意的。推荐喜欢这种复古风格的朋友啊，应该是一定会有一个这种类型的包款吧。那反正既然要有的话，不妨看一下他们家的一些款式。那么这大概就是这期影片我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些产品了。
希望你们在看到影片的时候呢还来得及去购买，如果你感兴趣的话，那希望对你们有一定的帮助，如果你觉得还不错呢，希望你给我一键三连，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就点一下订阅了，我是 Rock， 我们下次再见。